你好，我是顺子哈。今天我们来讲讲哈，我们在测血糖的过程当中常常发生的一些错误的行为。那这些错误的行为呢，可能会导致我们测出来的血糖值啊，它是不准确的。那这个血糖数值不准确啊，很大的原因是出在这个试纸啊。这个试纸里面它有一些化学试剂，好，那这个化学试剂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湿度啊、温度啊这几个方面，很容易去影响到这个试纸哦，它会去破到里面的成分，好，造成我们测血糖那个数值是可能会不准。那有哪些行为是我们在测血糖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呢？好，第一个，我们在测血糖的时候，你拿这个试纸，你的手要确保它是干燥的，你不要有些那个洗完手，水还没有擦干，或者是呢，你用酒精要消毒的时候，酒精还没有完全挥发干燥。或者说你刚有拿一些甜食啦、一些吃的食物，这些上面有一些糖粉之类的，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测出来的血糖的数值。那我们在拿试纸的时候呢，你就是每次只拿一片的试纸，拿完试纸的时候你要赶快把这个盖子盖上，因为当我们打开试纸的时候呢，这些试纸就会铺入在空气当中，就容易会受到这个空气中的水汽去影响到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成分，所以取完试纸马上把盖子盖起来。再来呢，就是不要去分装试纸，有的人会把试纸用一些夹链袋把它做分装，可能是便于携带或者是要给别人使用，都不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这个试纸盒它里面其实有干燥剂，那当你把它取出用这些夹链袋分装的时候呢，试纸就会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容易受潮，这样子就会引起测出来的血糖值不准确。另外呢，不要把试纸放在冰箱，因为冰箱的这个环境并不适合试纸的保存。那也不要把血糖机器或者是试纸呢放在过热的环境，或者是电器的旁边，或者是呢这个热的食物的旁边，这样一个过热的环境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测出来的血糖值哦。再就是我们开启了这个试纸之后呢，这个要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试纸把它用完。你可以在瓶盖上面去写上那个启用的日期，那就是不要太久才验一次血糖，因为如果你很久才测一次血糖的话，可能会把这个试纸放到过期了。那当然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买到一个过期或者是即将要过期的这个试纸。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看清楚一下包装上面的有效期限。另外呢，你的血糖机要定期的拿回到你的医疗院所去做比对，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都有讲过，确保你的血糖机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使用。那如果血糖机不准确，你再怎么测出来血糖值也是不会准确的。我是一位糖尿病友，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糖尿病的一些资讯，包含食物升血糖的测试。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有点意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再来我们来讲采血，我们在采血在扎针的时候呢，要让你的血液呈现一个水珠状，这样子是便于我们在采血的时候，这个试纸在吸这个血液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吸起来，比较容易采血。那有时候血液呢没有呈现水珠状，那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的手没有干燥，所以这个血液会被其他的这些水分啊酒精给吸走了，那就变成会散成一片，这样子在这个采血的时候不容易采血，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数值。那我们在采血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试纸跟这个血液呢，这个水珠状的血液呢，以45度的方式去采血，你不要放平的，因为平的时候呢，有时候它就是不容易吸到血液，或者是呢变成这个试纸会去沾到血液，这样子在吸取跟采血的时候呢，它就不是那么的顺利。如果你的手还没有完全干燥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用这样的方式去给它扇一扇，或者是呢用这只手直接扇一扇，让它快一点干燥。那不要用嘴巴去吹，因为吹的时候你嘴巴可能会把水汽，你的口水这些都给喷出来，那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血液，这个血糖值。那有时候我们扎完针，这个挤出来的血血量不足，那这样子就没有足够的血液来做分析，会造成测血糖失败，你这样就会浪费掉一张的试纸。所以我们在扎针的时候呢，你那个
采水针的刻度，你不能调得太浅，调得太浅，有时候就是挤半天，我们挤血液都挤不出来。那这有时候我们会把扎针旁边的组织液呢给挤出来，那这样子跟血液混合之后呢，这个测出来的血糖值也会不准确哦。所以那个采血针的扎针的深度啊，你要去做个调整，不能扎得太浅，血液挤不出来，那当然也不要扎得太深，太深容易痛。你要依据你手指头皮肤的厚度去做采血针扎针的深度调整，这样子血液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稍微挤出来一下，这样子在采血上会比较的容易。另外我们在采血的时候呢，你要等到试纸完全的把那个血液完全的吸上来之后呢，你再离开那一滴血液，你不要很快的碰一下马上离开，有时候这样子会造成吸血量不够，这样会失败，采血会失败。我们的糖尿病你就是要经常的测血糖才知道你现在血糖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试纸呢你也就不容易会放到过期。那至于多久测一次血糖呢，我在这支影片里面有提到，你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它会最后呢会告诉你你应该多久测一次血糖。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